们阻止了车祸的发生，他们的命运也随之被改变。相同时间里的不同选择会造就新的世界，从这一刻起将会发生更多的可能与未知。无论哪个世界，你还是我，我们能做的就是改变现在。错过了你的第二次穿行，连一句话都没能跟你说。那我们先开始。好，你当初的学习小组帮了包小萌，包龙正那名奇奇。你是我的好朋友，我真的想帮你。我不想学。你想学？你有没有什么学习的秘诀？我只要能达到二本线就行了。秘诀我还真没什么呀。明白了，可能小萌说的没错吧，咱们以后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了。却帮不了知识世界的你，他害怕和你在学校的表现差距太大，明明只有二本的水平，却背负了全校第二的期待。他忍受不了考试成绩出来以后周围人看他的目光，所以他选择一种极端的方式，放弃了高考。